认养的方式去代替购买，然后以结扎的方式代替扑杀。认养代替购买，然后结扎代替扑杀，让大家以认养代替购买，以结扎代替扑杀，任何一种来取代购买。造生会的 MOGO 19，希望大家可以发挥爱心来帮助他们。每一瓶8888元，希望可以让你的爱心更有意义哦。赵忠伟从创会到现在，就是一直在推行这个不扑杀，啊，以结扎代替扑杀。所以说，我们针对一些狗狗，我们救后的狗狗，不能回去的狗狗，所以我们建立了这个叫大台南日华护生园区。最主要就是不争不扑杀。这我们将我们的这个大爱，刚好来包括到脚踏车狗家，让它有受，因为保免于被扑杀。是不能中能出一切不真实不虚不说过的阿弥陀佛就即说咒语瞎掉就是那种脚的断掉，然后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送不出去的宠物。所以呢，现在这个因为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捐一瓶，然后就是8888，然后帮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家，因为也不希望他就这样子而安乐死啊。我觉得每个生命都有他活下去的那种希望。黑林看到手上这一只吉娃娃，好像刚刚有一点点哽咽，因为听说它是非常非常纯种的吉娃娃，然后被主人遗弃之后，然后又在路上出了车祸，然后最后你看它连它的眼睛啊都已经是瞎掉了。
对啊，所以就希望，当然就是大家可以发挥爱心，然后出一点点钱就可以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有新的家。因为像有的断脚的那个猫狗啊，都还是要去做那个轮子啊，这样他们还可以方便走路这样子。是不是因为家里有养四只猫，所以那感触特别深？对，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动物，所以我就看到我们家的猫来看到他们，就觉得哦，看到他们好心疼的感觉，对啊，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发挥爱心。那依人。觉得就是希望大家捐出爱心，这是生命照顾狗狗的一个协会，就是猫狗需求，那大家都可以来响应。就今天我们只是来做一个抛砖引玉的活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支持。嗯，雅涵年纪比较小，看到这些动物有没有感触？因为我当初家里的猫咪啊，也算是被虐待，对，然后我们去接这只猫咪的时候，就是还看着它是被打出笼子。对，所以觉得非常心疼，那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狗狗猫猫。正为我在赵庄这段期间，能够创造出一个全台湾一间能够以流浪猫狗生命教学的一个园区，来去创造出来，来去教育我们下一代如何去尊重这一票渺小，尊重他们，然后正式去给他们爱，这样子。